耕耘社的演员就像有无限的潜力，值得大家去挖掘。对于明星来说，跨界可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，但是没有几个能跨界成功的。自从张云雷跨界以来，也遭受过很多的质疑，质疑张云雷的唱功，认为他不是科班出身，跟专业歌手没法比。当时还有很多网友不理解，都说张云雷不务正业。但是自从张云雷的歌火了之后，不仅网友认可了他，就连专业歌手也认可了他，一首《探清水河》更是让大家刮目相看。近日张云雷再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。12月14日，张云雷官宣参加今年的酷狗国潮音乐节，将与王力宏、黑豹乐队等同台演出。王力宏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，他的实力和影响力不用多说，张云雷能跟王力宏同台演出，说明张云雷也获得了主办方的认可。而且也不是张云雷第一次参加国潮音乐节了，张云雷的歌曲也大多都带着浓重的国风色彩。还有就是张云雷本身就是一个自带流量的明星，热度很高，深受现如今年轻人的喜欢，这也给该节目带来了不少的流量。虽然张云雷歌手的身份饱受争议，但张云雷丝毫没有气馁，而是不断的努力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。现如今张云雷手里也是拿了不少的奖项，所以张云雷也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应了这些质疑。如今的张云雷可以说是真正的浴火重生，他身上的亮点多得数不胜数，无论是相声还是歌手，再加上古曲京韵大鼓，德云社的演员真可谓是无限的潜力。张云雷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，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，这份坚持和努力值得大家学习，也期待张云雷在音乐节上有更好的表现。